军陆战队乐仪队英姿焕发的声音。而现在呢，雄赳赳气昂昂的海军陆战队乐仪队也慢慢的即将抵达我们的第一表演区，请大家给予他们热情的掌声鼓励好吗？哇，太帅气了！稍后呢，他们抵达定点也会呢交给我们专业的主持人，要来好好的介绍今天海军陆战队乐仪队的精彩演出。
高雄市元旦升旗典礼更负责中外贵宾参访的各项操演任务，也是陆战队最重要的门面。近年随着全民国防走入校园和步兵式飞行，在许多活动都会见到他们的身影，用每一次操演和雄壮激昂的乐音传递海军陆战队勇猛彪悍的军风。现在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海军陆战队乐音队。海军陆战队给带来的操演，现在操演的曲目是团结一致，演奏曲目为拉赞斯基第一季，斯基为新疆军人，1988年为纪念拉赞斯基将军高于和战军保卫国家的光荣历史合作，同时也是为关怀受伤的军人们而编。轻快欢乐的曲风，象征喜悦与和平。正在排队的同心面对行，代表各部的队员上奖金，共同克服各项挑战。全程参与的话呢，我会分享我们的直播链给你的朋友。